before I sleep. Hear the crickets, see the moon. Side by side and through and through. No limit to what we can do. Oh, we know what we have, let's hold on tight. Found what we're looking for in life. Was crazy, but things are finally right. With you and I, the future is bright.是鲁特，昨天我们从东港搭船来到了小琉球。哦，这个天气实在是有够热，天气超好的啦。昨天小琉球用一个超级大太阳，加上热情的温度欢迎我们，才刚称赞完它，今天一早马上就现出了原形。不过我们现在一群人呢，被困在这个小岛上，其实也只有三天呐、啊，所以说不管雨下的再怎么大，我们都决定要出去外面晃一晃，因为其实就算我们从最北骑到最南，大概也只要十分钟就到了，对，他也不会说到真的要骑很久到可以洗澡的地方，所以还 OK。没错，而且我觉得人生难得要疯狂一次。哦，不是，我平常已经在干疯狂的事情，不过我们今天呢。要更加疯狂，好不好？我们好像都说人生啊，难得要疯狂一次，然后结果每部影片都在疯狂。这个老天爷呢，就是为了要帮我们再多加一点戏剧性。没错，所以说呢，现在后面基本上是暴雨，好不好？茫茫细雨啊，这算是茫茫的细，应该蛮暴的吧？蛮细的，蛮细的。准备要出发了，哥。今天一早不到七点，就被这一波倾盆大雨吵醒了。这场雨下虽然大，但是时间没有持续太久。短时强降雨也算是小琉球这里的日常了啦。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波雨，所以我们更要去骑车环球嘛。最后还是装备弄一弄，准备出发了。那这一趟我们大概环岛环了五次超过啦，所以这次的影片鲁特会把各个片段拼凑起来，让大家好好的看看小琉球，不止海底美，在陆地上也是很美的。平202乡道，伟大的环岛公路，沿着整个小琉球的海岸线修建，全长12公里，沿途可以饱览整个小琉球的陆上风光，甚至海洋也会伴随在我们的左右。大部分的景点也都在这条环岛公路上了，在这里环岛就不用管逆时针还是顺时针了，因为不管从哪一个方向，海都会离我们非常的近。而我们的这一趟环球之旅，就从这条平202乡道开始了。小琉球是台湾所属的岛屿中唯一一座珊瑚礁岛屿，陆地表面被满满的珊瑚礁石灰岩覆盖，海岸则是被隆起的珊瑚礁围绕，石灰岩洞还有珊瑚礁海岸遍布全岛，其中这陆地表面全部都是尖锐的珊瑚礁石灰岩，这一点从我们今天出发后不到十分钟就可以发现了。右手边是比我还要高的珊瑚礁石，而左手边则是突然出现的无敌海景，对岸就是高雄，看到这个情况就不难猜测，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一个点，就是位在小琉球西北方的美人洞。
在小琉球有三大景区：美人洞、乌鬼洞、山猪沟。在这几个景点，我们只需要买一次门票，就可以三个景区都去畅游了。这才是夏天嘛！这也太夏了吧！也太夏了！夏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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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 ！Everybody！ 那因为昨天呢，我们有去那个算是类环岛，我们骑了两次，可是两次都是环半岛。但是其实昨天在骑那两次呢，我们都有经过这边。那我个人是觉得啊，以我那个骑到这边来，加上其他路段的那个环岛的那个路程中，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条路这个路段了。旁边就是我们的这珊瑚礁岩，再加上我们的柏油路，右手边又是我们的海，很像逆时针环岛那种感觉，非常的棒。其实我蛮喜欢这里的，对，因为这里距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在距今2300万年前。深海底层的沉积物固结成坚硬的岩石，慢慢的变成了泥岩。这些泥岩被挤压，慢慢抬升到浅海地区。从深海到浅海，合适的温度也让泥岩表面长出了许多珊瑚。这些珊瑚再因为地壳抬升，露出海面，最后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珊瑚礁石灰岩。珊瑚礁再经过海水、海风的侵蚀，形成了海蚀平台。海石柱、海石洞、美人洞的十三景、天外天取经同游仙人洞、情人坪、仙人泉、迷人镇、怡然园、望海亭、熔岩谷、蝙蝠洞、一线天海上乐园，就是在这样的地壳与海洋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形成的。如今这些珊瑚礁离开了海洋，来到了陆地，原本热带鱼、珊瑚鱼的家，也成为了蕨类植物、小草，甚至是大树的家。然后虽然啊，这个是珊瑚礁岩，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植物的生命力呢，非常的旺盛。它们的树根呢，已经穿过这个岩体了，直接打入我们的岩缝之中，才可以看到这么茂密的树枝。它们是横着长的，长得蛮长的。从这里到这里，个人目测应该是有4层楼高吧，然后再延伸到我们这个外面的柏油道路上面。所以我觉得在美人洞这边呢，这个也算是蛮特别的一个点啊。关于美人洞的由来就有超过两个传说，而在这几个传说之中，其中两个，一个唯美，一个悲伤。先来说说悲伤的部分好了，因为在这座小岛上全部都是珊瑚礁石灰岩，加上没有河流，没有灌溉设备，可想而知农业在这里并不兴盛，所以在这里的岛民大部分都以捕鱼为业，渔业才是自古以来在这座岛上的经济命脉。而要捕鱼，男丁则是主要的生产人口，加上当时谋生不容易，所以逐渐有了重男轻女的观念。只要家里已经育有一女，在次女出生之后，就会把次女丢弃到洞中。因为这样，在美人洞附近还有另外一个惊悚的洞——弃婴洞。唯美的部分，相传明朝年间有一位苏州姑娘，她和老爸一同搭船，结果很不幸的遇到台风。船飘着飘着，就飘到了现在美人洞的位置。接着，他就在这个洞里住了下来。后来，因为这个姑娘长得很美丽，所以命名为美人洞。故事在经过后人的美化，就变成了传说。而传说让这里变得更有神秘的色彩。至于当时是不是真的有这位苏州姑娘，就不得而知了。鲁特是觉得传说终究只是传说啦。就算真的有美人，从明朝到现在，应该已经变成美魔女了吧。来到这里，我们只需要专心看眼前的奇石、珊瑚礁、海洋以及在这里的12个景点就好了。它底下就是有鱼，对，所以说等于说是那种大只的那种鱼。哦，对，所以说他们有时候潜水会潜到那边，然后去看，去底下看鱼。哦，那就是抓鱼的啦。对对对对。自古以来，在不同地方的居民因为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一套生活系统。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地理环境往往会决定社会的发展。沿岸海洋渔业资源的枯竭，向往这种直接在海上养殖的方式，除了促进渔业的发展，还能让来这里潜水的游客感受到特别的海底景观。美人洞第一游览区，我们刚才走了第二区，这边是第一区，这里叫仙人洞，因为它这里右边有一块礁石，左边有一块礁石，形成了一个风口的地形，海风到那边的时候被挤压，加速往我们这边流过来，所以这里非常的凉，所以我个人决定，我就要待在这边了，
在这里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在石头缝里求生存。尖锐的珊瑚礁石灰岩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被刺到，所以如果有来到这边，还是要小心我们走的每一步。短短12公里的环岛公路上，你可能会觉得小琉球真的很小，骑不到半个小时就骑完了。但是整个美人洞一共有13个景点，用走的真的也会花上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其实也不用怕把车运过来之后骑完一圈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因为光是在美人洞这边我们就走到快虚脱了。最后决定先买个水补充一下水分。不管是想要买衬衫、买饮料还是买冰榔，哎，看起来好像没有卖冰榔，好不好？就可以在那边买。关于海上乐园呢，我的认识比较少，我只知道军中乐园，我只有想到军中师乐园。那你知道谢东敏是谁吗？不晓得，哎，我以为你有 Google 到。没有，我也不知道。买个水，再好好的往我们的一号路线走。大家都说啊，在沙漠里面最想要看到的是什么？妹子。原来水在他眼中是这么的不值钱。我是觉得在沙漠里面我最想要遇到的就是绿洲，在小琉球这边，在美人洞这边，我最想要遇到的就是这种卖矿泉水结冰水的店家了，所以非常感谢他们。有妹子的地方就有绿洲，就有水。对，在这个下的天气呢，来到这边，这个汗水还是会流成这样。重点是呢，我已经擦了防晒了。其实我在嘉义那一次已经晒到有点手就是超回答，它没有脱皮，它就是起那个水泡那种感觉。所以这一次我就不太敢再直接晒了，我怕要晒到焦掉，所以这次我还特地擦了防晒。可是我觉得擦防晒好像没有用，因为一擦上去呢，我们的汗水就流出来，然后就把我们防晒带走，所以我流出来的汗呢，现在是乳白色的，它有点白色的这种液体状，然后一粒一粒的，真的非常热。然后我们中午12点要回去接我老婆，然后吃午餐。要吃什么？在地人才吃得到那一家。我今天还在挑战看看，OK 吗？OK 啊，反正我们每次都吃超香。哎、欸，我觉得这次啊，对我们来说，我们算是饮食最正常的一次。我们这次饮食真的超正常的，准时放饭，准时吃东西，准时睡觉，准时喝咖啡，准时上厕所，准时骑车，准时尿尿，什么都准时。现在我已经懒得吃 seven， 因为 seven 一直没有给我业配，我超不爽。那我下次也不吃 seven 了。在沙漠里留着难与蜜的地方，就是绿洲。在美人洞这里留着男与蜜的地方，就是这里的摊贩。不过对小胖哥来说，只要有妹子，就是留着男与蜜的地方。离开了留着男与蜜的地方，我们继续往下走，也来到了位在美人洞的望海亭。中式建筑的六角凉亭，翡翠绿的屋顶，望海亭有2层楼的高度。这次来到这边的时候，很刚好的往2楼的楼梯正在整修，没办法走上去。不过在1楼的视野其实就已经很棒了啦。各位观众，我们在望海亭，我们可以居高临下看见180度无死角的蓝色大海，海上偶尔还会有船只经过，真的很惬意。当然，海龟在这里也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在美人洞，我们就花了整整一个早上的时间。结束望海亭之后，时间也已经来到了中午。接下来，我们准备先去吃个午餐。而午餐，我们准备来吃个面。好啦，那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结束我们在这个望海亭的行程了。时间也来到中午12点，我们好像也只走一个景点，就走了3个小时。所以小琉球其实也可以深度旅游。然后现在呢，我们准备先回去接他的老婆大人，我们的大嫂。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去吃社区面店，那这个好像听说是在地人才会来吃的，从他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就只能住在这个社区，你才可以来吃，所以我们算是这个社区的一份子。现在就准备来去吃个社区面店，走个。这里卖的是祖母的味道，听说这间面店啊是30年老店，对，然后是小琉球这边，跟相思面一样，都是小琉球这边响当当的面店，响当当哦，对，响叮当的，金光闪闪，没错。所以通常在吃饭时间啊。一下就没了，对，就是人潮汹涌。对，我们今天是1点来，对，但是他的小菜已经几乎全部要卖完了。但是这里的用餐环境，老实说了，还不错啦。我个人觉得比相思面那边好像还好一点点，因为它冷气嘛，有冷气就是无敌啊。对对啊，就是舒服。对，吃饭喽。在小琉球出名的2间面店，一间是这间社区面店，而另外一间则是相思面。
这两间也是最常被拿来比较的。其实在这次的旅程中，我们两间都有吃到啦，但是因为我对吃真的算是比较青菜的，有的吃我就很满足了，所以这两间我个人是觉得差异不大。硬要说的话，社区面店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有特色的，因为我们到的时间已经接近了打烊的时间了，所以小菜的选择其实并不多，就把在盘子上有的全部都给它点完了。我刚才看到小菜啊，每一样我都想要拿，所剩的小菜其实也不多，所以我们就有什么我们就夹什么，每一样都夹。米雪、百叶豆腐、猪耳朵，然后这样点，我们这盘是120块吧，所以算还蛮 OK 的，其实也不贵，因为如果是在台中的话，可能点起来。对，好像也差不多。不过没关系 ，Anyway， 我们现在就准备来吃饭了。我刚看到那个菜单，因为我不开了，所以我就去逛。所以我们两个人点了三碗面，只是我看到它面来自有点大碗，点应该可以打包吧？你等下打包回去啊。你自己吃完。先准备来吃吧。走哥，咖喱面和麻酱面，你很难用外表的区分，面条不软烂，吃起来 QQ 的，不吃辣的真真回报。咖喱有些许的辣，不过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啦，不吃辣的人可能需要斟酌一下。油豆腐还有卤蛋也卤得很入味，整体的口味蛮有古早味的味道，价钱也不贵， CP 值真的蛮高的。我们现在来吃饱饭啦，然后在这边遇到了，你一讲话就下起暴雨。对，等一下我们应该会看到彩虹啦。看来老天爷不太想让你讲话，想要去个三猪沟都这么困难。对，等一下我问一个问题，那下雨为什么上面是白云？对啊，太阳雨啊。现在外面真的下超大的，从这个铁皮屋的声音都应该就听得出来，算超大。现在我们刚吃饱，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但是下完大雨之后可以看到目前柏油路都湿的，但是又有着非常大的太阳。我不想以后就可以看到彩虹，就像人生一样。先苦后甘。其实啊，这辆车是我第一次查它，以前我都没有查过它。擦完之后原来是这么舒服，不然我以前都是直接坐上去，然后内裤就湿掉了。等一下我们下一个行程应该会先去三猪沟，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去三猪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彩虹，好不好？走哥。蓝天白云下大雨，还真的有一种奇妙感觉。这个画面也告诉我们，小琉球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上一秒倾盆大雨，下一秒雨也停了。我们也准备前往下一个地点三猪沟。我们划着船儿彩虹点，我们怀念你。从社区面店出发，我们骑了短暂的30秒，很快的来到了三猪沟。下雨又水蒸气又从地表上面再蒸发上来，那个感觉有点像在蒸笼里面，真的很热。不过我们的心呢更热，我们非常的热血。小琉球必玩的二洞一沟、美人洞、五鬼洞，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三猪沟。为什么它叫思念的方向？等一下我一边走再一边慢慢的告诉你这里可歌可泣的故事。反正我们等一下就有请我们 Google 大师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试试要钱吗？不用试试，那一定要试试。这个芒果是我们家自己种的，是我们小琉球这边的那个海藻当肥料，所以说有一个海藻的称号叫海藻芒果。哦，这是小胖唯一的感受，吃下第一口就有感觉了。怎样？怎么哪里有感觉？说说看啊。哪里？这个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就好像吃得到芒果的果粒一样。然后呢，味道就是浓醇香，有那个芒果的香气。然后在这个天气这么热的环境底下，入口即化。没错，而且也是凉在心里。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不用花钱。哎哎，大家又来，跟大家又来一碗啊！越吃越多哎、欸！你们也喜欢哎，老板娘看你太会说话了哎、欸！真的，我跟你讲，你以后就靠你这张嘴吃遍天下。以后我绝对不上班了，好不好？我就到处吃吃喝，骗吃骗，骗讲骗。化缘行程啊，对，骗讲骗你们就会晒啊！啊，一人一碗啊、哦，一人一碗，好不好？大家尽量吃啊，不要跟我客气啊。有获得一碗。所以有来三猪沟的朋友们，对面这间有卖饼，好不好？
芒果冰沙一定要来吃。在这边吃着舒服的冰的同时，看着对面山猪沟往上的阶梯呢，我个人是觉得，你来这个山猪沟步道啊，你不一定要上去走，你在这边吃冰就等于有来过了。我们现在要准备往我们山猪沟出发了。狗狗啊，这么快就看到山猪，真的有山猪哎、欸！我是变瘦了，大家。没有，山猪不一定是胖的，山猪也有可能是瘦的。离开美人洞，我们来到了山猪沟。比起美人洞，这里的珊瑚礁石灰岩上长满了树藤，就好像来到了一座热带雨林。树荫把大部分的阳光都遮挡住了，阳光穿透进树枝之间。虽然我一开始说来到山猪沟，看到这个长长的阶梯之后，只要有来到摊贩吃芒果冰，就等于来过了。但是在一进入山猪沟之后，还是会觉得这夹杂在光影中的凉意无比的清爽。爱情故事吗？爱情故事啊！啊，是怎么了？山猪沟之所以会形成呢，是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山猪哥，他就是在这边看仙女洗澡。那至于他在哪边看仙女洗澡，我们等一下走到尽头的时候再来看看。好。那据说呢，因为他很喜欢这个仙女，所以他就把这个仙女的衣服偷走，是不是跟那个牛郎的行为是一模一样？对。但是那个牛郎最后跟织女在一起。这个山猪哥呢？他失败耶，他失败。仙女告诉他说：“如果你只要把衣服还给我，我就跟你在一起。”然后山猪哥就很老实，把衣服还给他。然后仙女就跑走。仙女拿到衣服之后就头也不回的飞走。从此之后，这个山猪哥哭了三天三夜，他的鼻涕还有眼泪就把这边的石头全部融化。原来是这样啊！是不是可歌可泣？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个人是觉得凄美。同时呢，这也告诫我们：一，做人不要太老实。二，不要乱偷别人衣服。个人有不同的见解。好，请说。我个人的见解是，只要你长得够帅，是老实是没有关系。因为织女最后是跟牛郎在一起，对，可见是牛郎比较帅。山猪哥可能长得比较恶心，跟小胖一样。我一直告诉我自己，做人不能太老实。各位知道了吧？做人真的不能太老实。听完这个传说，我不禁佩服这位山猪哥，他那为了爱无所不用其极的勇气。虽然跟牛郎一样，手段都不是那么正确。但是牛郎最终抱得美人归，山猪哥最后却为情而奋死。听到这里，还是替山猪哥感到一点惋惜啊！撇除传说，鲁特觉得山猪沟真的是一个保存得蛮完好的原始环境。走在这里，会让人不禁想着小琉球这座岛在当初还没有开发时候的样子。真的要说在这边美中不足的地方的话，那大概就是身为一个爱海大于爱山的人来说，那一种你明明知道你离海边很近，甚至在山猪沟里吹到的风都有咸咸的味道，耳朵听到的也都是阵阵的浪涛声，还是会迫不及待想要马上离开这美好的原始森林，投入海洋的怀抱中。不过很幸好的，走在山猪沟里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到今天的终点观海平台。这个沟是因为山猪哥流眼泪流出来的。那相信我们这只山猪来到这边呢，它流的汗呢，可以创造出第二个山猪沟。对，从此之后呢，小琉球就会有个景点，叫做小胖哥。不是，你那个叫小胎沟。小胎沟。听到海的声音了，我已经慢慢听到大海在呼唤我的声音了。啊、来到这里，我仿佛听到女神换衣服的声音。擦擦擦擦。各位观众。我们来到了当年女神洗澡的地方，洗澡了，洗澡了，洗澡了，看看有没有人会偷你的衣服。我一想到啊，等一下我们要再从最下面走上来，我就觉得好累。在这里的视野很棒，虽然今天的太阳真的很大，爬到这里也真的很累，看到海真的很不想要再往回走了，很想要直接就往海里跳。但是从这里距离海边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不禁让我们都怀疑山猪哥到底是怎么偷了衣服之后躲回山猪沟的。太阳真的非常大，非常的热，我不相信仙女会在早上的时候这边洗澡。我绝对不相信山猪哥在这边偷得到衣服，因为这边离岸边这么远，而且你要想哦，山猪哥拿到衣服之后他要再爬楼梯旁往上爬。对，想得我都累了。我也觉得好累、哦、为了一件衣服我可以去 7 买就好。我觉得山猪哥真是害人不浅。事情帮我看一下吧。山猪哥，下次不要乱哭了。其实我蛮感谢那个山猪哥，因为有他，我们今天才得以运动。对，但是感谢他呢，跟说他害人不浅是两回事。你不要想要偷渡。走，我们去下个点了。Go go。
于是就这样，我对山猪哥的佩服也逐渐转变成为了抱怨。走了大概一个半小时，最后我们终于准备前往下一个地点了。你知道这要怎么念吗？小琉球好干热，小琉球热，小琉球热虾小了干，这个老板娘好厉害啊！琉球热随意组合了，好不好？对 对，随意组合啊，欸、还蛮好玩的。离开山猪沟，我们原本预计来吃个冰，不过很可惜的，这位老板有着三不原则：开店不一定，公休不确定，休息不稳定。今天又困啊，所以我们只好留点遗憾，下次有机会再来吃了。离开冰店，我们也继续启程了。海洋在人类的文明中一直以来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公元15世纪初，分散在地球各地的人类文明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完全不同的文明，完全不同的国家，完全不同的种族，不约而同地展开了自己在海上的远征。地理大发现，在这个以船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空背景中，岛屿是船只航行的重要指标，可以修正航线，可以补充淡水以及食物，可以避免船只在附近的海岸搁浅。在航海技术还算原始的这个阶段，岛屿对这些航海家来说就是我们眼中的绿洲，是留着奶与蜜的地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时期的台湾正值明朝，在葡萄牙人的那一句“咿呀福尔摩沙”说出来了之后，福尔摩沙这座宝岛也开始在世界的舞台上登场。当然，在这其中也包括了这座孤悬在海上的岛屿——琉球。关于小琉球旧时的称号，各个族群间的念法也是迥然不同的。原本在这座岛上的西拉美原住民把这个岛称作拉美岛，而他们自己则是拉美人。而当地的耆老把小琉球称作琉球，琉有着流动的意思，球则是有着小龙的意思，组合在一起就是在海上游走的小龙。荷兰人把这里称作金狮子岛，不是因为这里有金毛狮王，而是因为这艘名为金狮子号的船在这里搁浅的故事。400年前，正值地理大发现时期的荷兰人驾驶着一艘大帆船金狮子号，因为天候因素没办法出航，所以暂时停靠在拉美岛。在船员停靠补充淡水的时候，刚好遇到了原本就住在岛上的拉美人。后来这些船员们就一去不复返了，最后才知道全部遇害了。这件事也在当时荷兰人的心中留下了一点阴影。最后他们把这座岛称作是金狮子岛。后来在当时的世界局势之下，荷兰人回头攻打小琉球。在这一场战役的最后，原本在岛上的拉美人就是躲在现在的乌鬼洞，不过还是敌不过荷兰人的进攻。最后，原本住在小琉球上超过1000多位的拉美人，超过半数魂断洞窟，剩下一半的人，有些人到了荷兰，有些人来到了新港社，有些人则是到了巴达维亚。他们对赖以生存的岛屿以及聚落失去了原本该有的记忆，从此拉美人全部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我只知道他们被荷兰人迫害，那至于为什么被迫害，就是因为金狮子号的关系。为什么他只开到晚上6点？他后面写的我也不晓得，因为他这里他刚才那个板子上面有写说是这里最好的听涛地点，就是像澎湖那个风柜听涛，所以它海浪可能会比较大，啊晚上的时候浪潮可能不太稳定吧，应该跟鬼故事什么应该是没什么关系吧。这样小琉球所有的海岸不是都要做铁门？我原本只是想说乱讲一下，结果被他发现盲点，所以我也不知道。刚刚啊，在他讲完这段话之后，我左思右想，冷静的思考，经过我缜密的分析之后，真的有神秘的色彩。走，
我们一探乌鬼洞究竟。OK， 荷兰人进来之后啊，他们为了要把这个小琉球的原住民逼出来，对，所以呢，他们就在洞口这边，对，就放火烧，哦，然后用烟熏，对，试图想把他们熏出来。今天我们去的美人洞、山猪沟，说真的，他们的传说都是经过后人的加油添醋，真实性是蛮有待考证的故事啊。但是现在我们来到了乌鬼洞就不一样了。拉美岛事件之后，充满悲剧的岛屿，用这个名词来形容小琉球，就可以知道其中的血与泪。历史故事可以让我们见往知来，不让过去的错误再度发生，才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而乌鬼洞这里就像是珊瑚礁组成的蜿蜒迷宫，穿过低矮的礁岩洞穴，一路通往岛上最佳的听涛地点，空气中还会飘来浪花拍打岸边时溅起的海水。大海看着看着还是非常疗愈的。那鲁特觉得，虽然这里的过去不算太风光啦，但是只要我们抱着一颗心无恐惧，只为了美景的心情而来，我觉得这里的海景才是整个小琉球最棒的地方。二洞一沟，哪一个你最喜欢？我个人觉得美人洞，对，再走山猪沟，对，接着呢再来走这个乌鬼洞，顺序才是对，顺序才是对。除了顺序才是对的之外呢，我觉得这样子可以让这个心里面的感受啊，可以有慢慢越来越好的层次感。这么说的意思，应该就是你也是最喜欢乌鬼洞了。我最喜欢乌鬼洞的风景嘛，对，有海景，有峭壁，有老树的气根盘结。第二个的话，应该就是山猪沟。第二个你投给山猪沟，对，我第二个投给山猪沟，因为它就是个山猪沟，没错，因为那是我的故乡，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准备要去这个落日亭了，是不是？我们准备要去看夕阳了。开放时间7点到6点。对啊，乌鬼洞开放时间7点到6点。我也不知道什么，今天去的景点里面好像也是有乌鬼洞，就是它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就跟我们刚才一进来的时候讲到的是一样的，就当作是日落之后看不到风景。各位观众，下午6点钟，鬼门准时关门。结束了在乌鬼洞的行程，我们的环岛之旅还没有结束。回到环岛公路上，从乌鬼洞出发之后，我们也来到了位于小琉球西南端，原本是小琉球的垃圾掩埋场，改建之后成为了每位旅人来到小琉球必停的景点落日亭。随着时间的流逝，夕阳也逐渐西下，傍晚时分，在这里你什么都不用做，带张椅子在海边坐下来，浪费这宝贵的黄金日落时间，睁眼闭眼之间，时间就好像定格了一样。哎呦 ，everybody， 我们现在在这个落日亭。然后这次啊，我带椅子来，原因就是因为呢，我想要好好坐着，在那边放松一下。然后我刚才坐在上面飞了一下空拍机，个人是觉得吹着这个海风，虽然全身黏到爆又热到爆，不过呢，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鲁特是觉得不一定要在傍晚的日落时分才来啦，在不同的时段来到这里，心情上也会有不同的感觉。附近还有当地居民养的羊妹妹，非常的可爱。离开日落亭，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环岛行程。从日落亭之后的景点，我们也算是踏上了小琉球的东半部。在拉美岛上的西半岛与东半岛，我是觉得是一样漂亮的啦。骑着骑着，就很常会突然出现一大片海，吹的风就像是海洋的呼吸，而且你永远不会迷路。比起迷路，更让我觉得有感的是这个会突然像是倒下来的雨。
虽然说每次下的时间都不长，但是这个雨打在身上，体感体积还是会觉得它真的比贡丸还要大颗，真的超痛的。东部景点我们第一个停的地方就是这个琉球版旭海，既视感非常强烈的一个地方。琉球旭海其实只是我自己给它乱取的名字而已啦，它真实的名字厚实群礁。在这里的礁岩因为受到海水的侵蚀作用，从空中看起来呈现出了一条一条凹凸不平的海沟状，就像是整个海岸线都穿上了一条百褶裙一样。在这里也可以看见早年先民们的智慧，岩层穴利用这里的地形晒盐腌鱼，让刚从海上捕到的鱼货可以保存得更久。在小琉球上，奇形怪状的礁石真的很多，红番石、老鼠岩、爬山虎石、鹰嘴石、白熊石，甚至还有海龟造型的石头，天上飞的，到路上走的，最后再到海底游的，动物真的非常多。而在这个堪称礁石的动物园中，我觉得在我能发挥出所有的想象力中，我觉得最像的大概就只有这颗戴绿帽的红番头了，顶端的枝叶就像是戴了一顶绿帽。各位观众，这里的名字叫做红番石。红番石，西班牙人、荷兰人的那个红番。其实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叫红番石，反正我说就是红番石就对了。對，不是红番薯哦，是红番石。这一块石头哦，应该是这一块。从这个角度是看不出来，所以你要前后各走500公尺，大概走1公里之后呢，就会发现它最像红番的那个角度。那个人是觉得呢，这边长得就有点像那种台版的旭海那种感觉。刚好很巧的是呢，本岛有个旭海，小琉球也有一个很像旭海的地方，很刚好的两个好像都在屏东。旭海是屏东吗？旭海是屏东，我觉得非常巧啦，因为这边真的长得像旭海，好不好？红番头对面的竟然是一只老鼠啊！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的嘴巴上面要有一只老鼠啦。来来来来，你看一下哪里，是不是一只老鼠？没有啊。哦，你说哦这样哦，对啊，哦是有点像啊，对不对？啊，红番，红番头、哦、这边是不是看起来比较像？哦，对，这里看起来比较，哦有有，这里看起来比较像，对不对？对，后面是绿色的头发，对，戴绿帽的红番头，对，然后呢？这是老鼠，这边是老鼠，对，所以他们两个看着海洋，然后24小时都在淋雨，诗意的环境，好不好？我们全身一身湿，我们非常的潇洒，非常的自在，是世界万物于浮云如无物。现在我们要跑回去了。各位观众，我们在小琉球。久违的小胖哥就是不一样，整个气氛、整个尺度都往上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我是不是你最疯狂的观众？对，大概多了6档，应该有。往下个点前进，还有下一个点哦。我们现在拍摄的计划是这样，但因为我们现在会不会很连续嘛，所以说我们就是环，然后到时候回来再。所以你可能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是一圈的影片，可是我们大概拍了4天才拍完。出发啦！离开了琉球旭海，接下来我们准备从海边往山中前进。在小琉球上的公路，路幅都不是说太宽啦。即使是在最多人的环岛公路上，很多路段也都没有双黄线。而从厚实群礁转上了这条小路之后，路幅就变得更狭窄了，坡度也一下子往上提升了不少档次。路边还是可以持续看见珊瑚礁、石灰岩，很有冒险的感觉。骑了大概3分钟，我们也来到了白灯塔。白灯塔建于1929年的日治时期，距今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洁白的塔身坐落在小琉球的东南方，任务是为了指引来往台湾海峡以及巴士海峡的船只。关于白灯塔，最让人在意的还是当地人都建议不要在下午的3点之后前往。有名的程度呢，甚至连戏说台湾都拍摄过相关的剧集。故事大概是在日治时期，有一位驻守在这边的日军被当地的居民诬告，
后来被判了死刑。而这位军人他养了一只白猴，也因为这样一起被葬在了这里。不久之后，村里就开始发生一些灵异事件，久而久之，原本居住在附近的村民也就搬离这里了。直到后来，居民求助碧云寺的观音妈，从此以后这山顶上就再也没有住人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从后石群礁转上来了之后，这一路上都是路幅狭窄的路况。老板娘，那你知道你们这边白灯塔的故事吗？白灯塔的故事不要讲，就是我们这里的渔船要进港，就是要靠它导航，一夜都是靠卫星，靠什么？现在才有哦，啊，以前就是靠灯，你要进港就是要靠那一盏灯、嗯。那你晚上可以去吗？不建议，不建议，不建议。你要去冒险是可以。这样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谢谢老板娘。去冒险，看你很会套话哎。至于那个白灯塔的故事呢，老板娘说我们要这个处于一个正面的话题。那负面的话哈，就由我来说就可以了。那还不是一样？而且你到时候一定给人家剪超少的，然后把你自己剪超多。不同地方谁都会。所以说，我们真的不要对这个宗教不敬啊，也不要铁齿的。说真的，没有遇到哦，说什么你都不信。真的有遇到了，你真的说，哎，这个世间上真的是有这个灵魂。面积只有6.9平方公里大的小琉球，一共有8个村落。中福村、渔福村、本福村、山福村、上福村、大福村、天福村、南福村，这8个村落里的庙宇加起来超过100间，平均一个村里就超过10间庙宇。这意味着其实每位琉球人都是具有信仰的，同时他们的信仰是团结而且强大的。我们离岛一般都是信用妈祖，我们这里是观音。以前说日据时代啊，就是战争的时候，那个日本人的子弹下来了、就是打不到琉球。就看到他日本人自己在讲说，有一个姑娘就拿一个雨伞一直转，然后他们的子弹下来都往海里跑。所以那个姑娘是就是观音在那边转，观音的那个伞啊，他不是有拿一把那个吗？对，那个地方我待会要去看看。对，3年1颗的琉球迎王祭，除了是传承了百年的文化传统，更是融合了庙宇文化与渔村生活的证明。以渔业为生的海岛，通常都是供奉王爷、妈祖，但是在小琉球这里，王爷以及观音妈才是每一位琉球人心中的大家长。我想在2024年的迎王祭典，我一定会再度来到小琉球，更深入小琉球当地的民俗风情，感受更多的人情味。然后啊，在白灯塔旁边啊，它有一个百年榕树，这应该是一棵而已吧。每一个树干之间呢，它都有连接，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它应该是一株而已。第一眼刚进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壮观，因为它把我们的天空呢全部都遮住了，准备要继续出发了。Go go！ 路上真的超多牵牛花的。离开了白灯塔和百年榕树，我们接着继续出发，沿着原路回到了环岛公路。在环岛公路上看到一条小路，就沿着这条小路来到了后石渔澳。其实后石渔澳跟刚刚我们去的后石群礁指的差不多是同一个地方啦，水质同样非常的清澈，加上沙滩上的2艘独木舟，照片直接列印下来写几个字寄出去，就是明信片无误了。大福渔港又称作大寮渔港，目前有着新港和旧港。新港新建于民国68年，就跟白沙围港一样，这个渔港也同样是进出小琉球的重要港口之一。作为白沙围港的辅助港，可以帮忙暂缓白沙围港的船只数量，供营船以及远洋渔船会在这里停靠港。一进入这个渔港，我就深深的感受到浓厚的渔村风味，恬静淡雅的气息，呈现湖水绿的海面，停靠着各种大大小小的渔船，环境清幽，
偌大的渔港里面，除了渔船和我们，没有其他人。我觉得如果有来到小琉球的朋友们，一定要来这个渔港，在这里看看渔船。而在大福渔港旁边，有着全岛唯一间加油站，提供酒物和柴油。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在这座小岛上骑个500公里，是不怕会骑到没有油啦。在新港可以看看渔船，在旧港口因为目前已经废弃了，所以很多潜水游客也会在这里学潜水。岸上放了很多独木舟、气瓶，当天来到这边的时候应该超过60个人在准备下海吧，可见这里的热门程度。我到了旧港，百无禁忌的干话，还有无上限的尺度全开，也是我们这一趟一直在做的事情。各位观众，我在小琉球大福渔港。哎呀，是丢脸丢完了没？反正我今天戴全帽，没有人认识我。你有注意到吗？没有，大家已经注意到你的体征了，就是胸口很多毛的那个人。这个代表什么？哦、算了，我不要乱讲。这个代表恶心。我不要乱讲哈。而且你的身材现在到底是怎样啊？没有没有。笑死！今天我终于不是穿海滩裤了，我今天改穿泳裤，好不好？这叫泳裤哦！妈的，你这叫泳裤？它本来是泳裤的。我以为是棉裤。为什么旁边会皱皱的？因为它本来是贴的。为什么你把它穿得像百褶裙啊？你这是他妈放10年的泳裤吧？不是，这是我之前胖的时候穿的泳裤。那现在变瘦了，当然就看起来就变皱了，好不好？这是百褶裙，很像那个灵堂的布置的那个，有没有？妈，鲁特哥实在太废了。哇！离开了大福渔港，我们也即将完成我们环岛一圈的壮举。继续沿着环岛公路，我们也来到了龙虾洞。虾洞这边呢，其实它的景点非常的小。那最刺激的是，它要从这里下去。对，它要从这里下去。为什么它叫龙虾洞？这我就没有研究了。Google 里面找不到，应该是。这个就只能靠他自己去找书了。我现在学会找书这个技能。然后有很多网美呢，都会在前面那个洞拍照。会命名为龙虾洞，是因为早期小琉球原住民会在这里捕捉龙虾。这里有着一整片的珊瑚礁岩，因为受到海水侵蚀，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很多的海石沟、湖穴。但是比起龙虾洞，让我更惊艳的是再往前一点的这个珊瑚礁岩平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珊瑚礁岩平台就跟刚刚我们去的厚实群礁是相连着的，只是因为这里的地势比较高，所以会让你觉得好像是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那个记者目前的人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小琉球的这个龙虾洞。我们台东的193县道呢，柏油路的尾端接的是我们的碎石路面，但是在小琉球的这条不知道不知名的路段呢，柏油路的尾端接的是大海还有珊瑚礁岩。这条路也没办法骑机车进来，因为它前面有路障会把你挡住，我们就只能走进来。这个路当长这样，然后后面就是珊瑚礁岩呢，是蛮有特色的。旁边再加上一个救生圈，哦，非常的可爱。从空拍画面上面就可以看到，龙虾洞的位置就是在我们这条路的旁边，就在那边而已。离开龙虾洞，看了一整天的海，你说心里不会痒痒的想要下去玩吗？当然超想的，甚至好几次都已经忍不住就直接跳下去泡水了。所以接下来忍了一整天。我们终于决定不忍了，准备去玩水了。等一下我们行程呢，第一个先独木舟一下，独完木舟之后呢，再来我们应该就会去稍微一个给它潜水一下。我的这个蛙鞋终于要派上用场，好不好？它有个很帅气的名字，叫做宋仲基。所以你就是琉球宋仲基了。对，我知道。在我来到这座小岛之前，这位琉球宋仲基是岛上最帅的男人，没有之一。而在我来到了岛上之后，换上了宋仲基的救生衣，感觉自己又帅气了不少。
哦，你这个有点难看哦。你不要照那么明显啊，我把它拉得顺一点。我告诉你，我穿上这件救生衣之后，我整个人都觉得我变帅了。没有，穿上去之后真的很像在送肉粽的。端午节嘛，送个粽子也是合情合理的。现在写资料，然后是有保险，对对。然后有人就说他要把他老婆推下去。其实我刚刚讲错了啦，要推也是推鲁特哥嘛，对不对？我可以跟我们家老婆大人一起花，好不好？这次我们玩水的地点三府渔港，其实在我们从美人洞要往三珠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过了。三府渔港位于小琉球西边海域，渔港中分为两区，一区是停靠船舶的深水港区，一区则是我们今天即将下海的地方，沙滩潜水区。对在地的小琉球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天然游泳池，一年四季皆可下水放松。而这里的沙滩虽然面积没有美人沙滩那么大，但是在夕阳底下还是散发着金光闪闪的气质。沙滩本身也很干净，所以如果有来这里的朋友，请记得把带来的垃圾也带走。看到有垃圾的话呢，也要发挥一下爱护环境的爱心，帮忙保持沙滩的纯净。在三福渔港旁边有一个三福潮间带，可以跟着解说员一同探索潮间带中的惊喜。不过我们今天还是打算跟着琉球宋仲基泡泡水。我们宋霸掌送到这边了，虽然他叫宋仲基，但是鲁特哥叫我宋仲子，他妈超北宋。因为你就算穿了宋仲基之后，你看起来还是怪怪的。漂亮呢，今天霸掌拿着张，有没有？今天玩地墙大概只有三四个人。鲁特哥今天是玩这个比较没有挑战性的独木舟，好不好？不是没有挑战性，是。对，比较没有挑战性。先要对，就你抓一下，让你自己动起来。对对对。然后自嘲前是我们拳王。然后跳起来往左边。跳起来，跳起来。这边有可以跳起来吗？跳。骑越野车会被骗去怪怪的地方，我们玩立桨也同样的，很容易就脑波变得很弱。不过在跳了一次之后呢，就会很手贱的想要再来一次。总算是泡到海水了，心满意足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琉球宋仲基突然告诉我们，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的正下方有一只海龟，所以呢，我们的任务也来了，拿着水推，准备往海底前进。当下听到有海龟的时候，真的是太兴奋了，连救生衣都忘了脱。所以当我真正来到海龟身边的时候，才发现真的很难把自己固定在海里，会一直被救生衣拉上水面。加上水下的拍摄设备真的是毫无准备啊，很临时的用360拍了这一段对我来说非常宝贵的素材。我跟你讲，我可以看到海龟换气。我刚才刚上岸，刚拍完海龟上岸，然后有一个大哥跑过来跟我们说，就是刚才他那个这边有看到海蛇，然后是黑白的，通常啊，我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毒啦。听到海蛇，通常第一印象都会给别人觉得说是有毒的。我个人现在非常的期待回去看360的画面，希望呢有拍到海龟。你讲觉得如何？立桨，我个人是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出港口，其实还蛮平静的啦，没有到说真的太波涛汹涌。没有波涛汹涌的情况下呢，连我这个新手都可以很简单的，跪下，立起来，也不用桨撑，我就站起来了，空中转一圈，落海。可是我觉得啊，你不要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真的非常新手的人，
非常新手的体验啊。对，所以我觉得立桨真的在外海那些可以立把桨立起来的啊，那我觉得那站得起来真的超屌。我们结束我们在三福渔港的行程，然后晚上呢，据说是吃我们的热炒店，距离上一次我吃热炒店呢，已经是在澎湖的时候了。真的假的？真的。我们连去东石，我们都是吃鲜科吃到饱。等一下，我们要去吃小琉球著名的一道料理，它的名字叫做蜂巢虾。就是它蜂巢虾听起来感觉很好吃，可是看到他在讲他那个脸，我就有点吃不太下。其实我觉得啊，刚玩完水的时候啊，真的会很累，就是我也不知道，在水中消耗热量啊，就是非常多的。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吃晚餐了，因为当地人这边很早就休息了，所以他们的作息时间都是比较早就关了，大概九点之后这边就没有什么店是开的吧。在九点之后呢，还是有店有开，就是像是一些酒吧。然后其实我也蛮想要去小琉球这边的酒吧试试看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吃完饭之后，体力允许的话啦，我们应该会去夜游一下。因为小胖不喝酒，我们专业摄影师也不喝酒，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就骑一台车去吧，然后在那边稍微小酌一下，再给他们载回来。等一下我们就要准备去吃饭了，现在等他们出来。很难得呢，我个人是第一个先抵达我们这个停车场的地方，好不好？非常的难得，这个非常难得，现在只有我一个而已，这一幕一定要好好记录下来。好啦，准备要去吃饭了。五个大头山海产，不是骑越野车的那个大头，是琉球的大头。这里啊，他可能是要证明说他真的是有山产，不是只有海产，所以他种了一大堆植物，搞得像在山上一样，蛮名副其实啊，好不好？而且他那个蝉的声音啊，应该是用录音的。你确定？这里啊，听说必点的就是这个蜂巢虾。蜂巢虾现炸耐心等候。不是像小胖选的那种蜂巢虾。他们已经点了，不是吗？小胖选的那个蜂巢虾就是有点恶烂的。对。今天的晚餐，大头山海产。来自南投竹山，把拿手好菜带进小琉球，最最最最有特色的，大概就是这一道，不止名字特别，吃起来也很特殊的蜂巢虾。好，也不是在房子里面，直接淋上酱。好，谢谢。真的吗？很好吃的。用新鲜的虾肉还有咸鸭蛋配上面糊下去炸，一口咬下去，咔吱咔吱。我本身就还蛮喜欢吃咸蛋的，所以这一道可以说是我的最爱。除了蜂巢虾，鲁特觉得还很有特色的是情人眼泪、凉拌软丝、凉拌山猪皮，以及这一锅让人怀念的剥皮辣椒鸡汤。哦，令人怀念的料理，大鹏哥真的无所不在。没怕点完那一锅之后你再喝，代表说只有我想念他而已，其他人都不想念他。鲁特觉得在大头山海产、山产、海产、河产、土产，全部都吃得到。多元化的料理，亲民的价格，来到小琉球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吃吃看。我们吃完大头山海产，现在非常饱，刚吃饱呢就想睡觉。不过我们等一下回去之后呢，我们不会睡觉，因为今天的我们在小琉球是有夜生活的。哥哥，我们现在刚吃饱饭，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老板娘带我们来的一家酒吧。这里呢，他写的买醉入口，他的名字就叫酒吧吧，好不好？加酒吧，个人呢是非常喜欢酒吧的。我们等一下就来好好补一下酒吧。吃饱喝足，哦没有，还没有喝足，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是有夜生活的。有不喝酒的伙伴载着要喝酒的伙伴，我们也来到了酒吧吧。哦，开始了，开始了。哎、欸，真的跟高粱一样，因为喝酒就是一件疯狂的事情。而且你还是运气好到没有被捡尸，可是因为长相有关系啊、哦。不一定哦，现在有些人口味很奇怪哦。你说跟畜生怎么之类的是不是？你这样讲就不对，你这样讲就侮辱到我老婆啊！对，你等一下被打哦。他说为什么我长这样子，还有人想要跟我在一起？我他妈盖明就不是这样讲，你他妈曲解我的意思。我觉得你误会他，他以前其实是蛮帅的。我现在是老了，对，他以前是胖的，他只是有喝没有酒精的时候讲话倒是讲得很大声的。普通人是酒越喝讲话越大声。哎、欸，好像是对，然后我是像是这一位，我是，然后我是酒越喝的话，讲话越小声，越小声。对对对。结束了在酒吧的行程之后，我们的一天也到这边结束了。今天我们在这一座充满悲剧的小岛上，从路上景点一路玩到海里。虽然说还是有几个景点是没有去到的，真的蛮可惜的。
但是我想这一次一定不是我最后一次来到这里，距离屏东东港只有短短的不到30分钟，把车运过来也比想象中的轻松而且方便。岛上的各种植物，不管是石头还是真的会动的动物，从海龟到猫咪，最后再到山猪，都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多待更久的时间。虽然说这是一座充满悲剧的小岛，但只要你愿意，我们每个人也能拉近与美景的距离，最后看见拉美岛。明天我们准备搭船回台湾，又要依依不舍说再见了。 Before I sleep, hear the crickets, see the moon, side by side and through and through, no limit to what we can do. Oh, we know what we have, let's hold on tightFound what we're looking for in life. Call us crazy, but things are finally right. With you and I, the future is bright.就到这边结束喽。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是鲁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